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多宝宝这会儿正在睡觉，然后妈妈就来喊多宝宝呢。妈妈说今天晴天了，要给多宝宝洗澡澡，还说多宝宝的小手手可脏了，多宝宝要是不洗澡就没有人喜欢了呢。多宝宝想来想去的，然后妈妈说先给多宝宝拿一个肉干吃，那多宝宝觉得还不错，多宝宝领着妈妈就来找了呢。多宝宝要说吃的时候就可聪明了，多宝宝的好吃的都放在这儿，赶快给多宝宝找呀。妈妈好像不熟练，拿了一个肉干赶紧给多宝打开。爸爸都说多宝宝最近好了，每天可以少吃一点点零食，吃零食的时候要注意就行了呢。像肉干这种多宝宝一天吃点那准没有错呢，补充蛋白质，多宝宝还能提高免疫力呢。就是妈妈比较抠，每次就给多宝宝拿一个，还不让多宝宝多吃。妈妈说多宝宝吃多了零食也会变胖的，这样也不健康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会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给多宝宝洗澡用的，妈妈给买的沐浴露和护毛素。妈妈说这是新的，没用过，今天就试一试，看看多宝宝洗完澡之后是不是就变帅了呀。多宝宝才不管，他要是有味道多宝宝就打滚滚，要是味道清淡还行。妈妈说好像是听说纯植物的都没有多大味儿，咱们现在就去试一试吧。那多宝宝就配合你吧。多宝宝其实可不愿意去洗澡了，洗澡的时候很舒服，可是洗完澡之后就要吹风风，总想着再去睡会儿觉，可是妈妈却说多宝宝刚才都答应洗澡了呀，说话要算数对不对？那好吧，多宝宝现在就进来等了。妈妈把沐浴露和护毛素都拿来了，咱们就准备洗澡澡吧。洗完之后妈妈还说带多宝宝一起出去玩，洗完澡了多宝宝就变漂亮了，出去就会有可多人夸多宝宝了。多宝宝一听这还美滋滋的呢。